这个八姨呢已经洗来吊干了，吊干了今天就把那整齐拆拆，可以弄包括好了。叶子已经给好了，给完了，不是就光是包了，啊，包掉好了，开始抓了，葡萄糖。抓了就摘了。把糖呀倒在里头，和着软，软了有黄色了就可以了。已经抓得差不多了，开始包了。好了，那就蒸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好了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把咸的杏子把，还是不适合把爷爷。杀它了嘛。甜不？生蚝，还可以，感觉甜，还很塌。